跳跳鱼嘞。突然有什么？哦，看到一只。哎，有鸟哦。它跳起来的时候就被鸟吃掉了。它跳得很准。哇，有鸟。快乐的鱼。鲨鱼他们干嘛一直跳？不知道，不是鱼。好多鱼啊。对啊，为什么鱼要一直跳？那白鹭是怎么不吃？可能太大只了，是不是？好热。那你可以看孔雀鱼跳起来吗？应该是之前有跳过吧，我们家的孔雀鱼。你说你会看到它跳出水啊？不是，他们都会跳到地上，然后干掉，这样。那他可能觉得水里面太。